你开始习惯一个人，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生活。回家的日子，延了又延。爸妈在家，等了又等。哎呦，今天又多了2000多个 case。KL 十二路那边多少？已经3000了。这里呢？这里多少？这里也100多了。你为了保护他们，所以选择不回家。爸妈，应该也习惯你不在了吧？才两个人吃而已啊！哎呦，我又忘记了，以为阿伯有在家。不要紧啦，吃不完放冰橱啦。我们可以控制距离，但没办法控制心里的思念。喂吗 ？Boy， 你吃了吗？有啦，在吃着了。你们呢？我们也在吃饭呢、啊。你看，你妈妈忘了宝贝儿子不在，还煮了这么多菜啊，吃不完呢。哎呦，你不要吵啦！哎，等一下，水滚了。你在那边自己一个人，记得要吃健康一点啊。我知道啦，妈，你还在用着这种热水壶啊？怎么不要换水机？这个又没有坏，不用换啦、啊。你记得啊，要多喝水啊，知道吗？哎呦，什么事？没有事，没有事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妈的手被热水壶烫到了，我去拿药。都叫你换水机了，我帮你买一粒啦，水机方便又安全。不要买啦，我这个都还可以用，你有钱就存起来。来，我先帮你妈擦药，等一下才聊。不需要，不要买，这就是妈妈。总是不会要求，只怕你工作太辛苦。什么人哦？好，我是 LG Purecare 的技术人员，我是来安装净水机的。哈，我们没有买哦。不是，这里是雪人丢对吗？啊，对对，那你进来。喂 ，boy， 你是不是买水机给我？对呀、啊，收到了吗？刚刚收到，你为什么要花这个钱？用这个比较好啦。比较方便也安全，是啦，但是我都说不用买了嘛。你等一下试试看。好好，等一下我去试试看。它可以出冷水跟热水。嗯，这是你唯一可以做的。明白。没办法回家，但你还是把它们放在心上。LG PureCare Forward 无水箱净水机采用三重过滤系统，可及时供应冷热及恒温的新鲜纯净水。想喝多少就倒多少的人性化水量设定，还可自动侦测杯子高度，防止喷溅，方便又安全。LG PureCare Forward 无水箱净水机，让我们一起把思念送回家。